来了，兄弟们啊！今天从岛上回家，在渔船上面看见了这六只非常可爱的狼鱼条，嘿嘿，虽然说有点凶猛，但是咱也得把它给放了啊，毕竟说有点太少了，那不够起锅烧油的。亲爱的大哥大姐，如果你手机还有5%以上的电，或者连接无线 WiFi 的话，给个双击吧，行。一打开快手，发现大主播发的视频红心都那么多，咱发的作品，不管红心有多少，但是咱也得发，哪怕只有一个人给咱双击，咱也是知足的。都说油墨双击，可能你一个小小的双击就会给我作品带来更大的几率上热门。喜欢观看加关注。Hello， 朋友们，现在拍视频的成本越来越高了，我抓的海鲜已经博不了大家的眼球了。最近热门也越来越少了，实在逼得没办法，花了250米买了这条牛角香豚。进来看到此视频的老铁，能不能留下250个双击送我上个热门？Hello， 朋友们，我手上的这个叫小海龙啊，非常少见啊，这个玩意儿浑身都是宝啊，可以入酒啊，也可以这个做药材啊，非常珍贵啊。老渔民说见到小海龙都会有好运气的，我希望能够把这份好运气带给大家所有兄弟姐妹，双击关注老铁，祝大家财源广进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欢迎来到自埋自挖，我是主持人闲不住啊，一直有老铁问我说你能不能发一个龙虾的作品啊，说只要我发了就给我留下双击啊啊，今天我。发这一个啊，一会儿马上赶海直播了，希望你喜赶关注你看看我这好。